你今年观察下来，你觉得你最欣赏的、最出色的 CEO 是哪位？我觉得全球范围，我肯定觉得是伊隆马斯克。那如果有个限定条件，只能说中国呢？这说了挺得罪人的。中国我觉得张一鸣。张一鸣？对。为什么？首先你从公司的格局上来说，他能够从这个腾讯百度，对吧，这样的大的这个本来是他们固有阵地，他先从百度呢抢了一波，对吧，用头条的方式把百度打得这个满地找牙，然后又在视频，就腾讯最核心的内容领域能够撕开这个口子，你在没有发生之前你是不可想象的。我讲个小故事吧，就是他当时那个买 Musical.ly 的时候，他为了买 Musical.ly， 他家住在北边嘛，我住东边，每次都是他自己跑到我家楼下跟我谈，谈了四五次啊。然后另一个公司的这个想买 Musical.ly， 然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啊。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是有差距的，就是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他的那种坚决度、执着度啊非常强。